报告委会现在出席委员七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我们现在开会，请宣读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11月21日星期一上午9:07至12:21，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2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22人，列席官员行政院秘书长陈敏玲等8人，主席许召集委员苏华。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而邀请行政院秘书长、考试院秘书长、选训部部长、考选部部长、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就机要任用、任务编组及年金改革整体规划配套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本次会由委员林委员德福等14人提出质询，委员徐祯卫提出书面质询，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我们请问各位委员，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者是遗漏？那没有的话，我们就议事录确认哈。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今天列席的官员。首先介绍考试院的秘书长李继璇，李秘书长。啊，袁自玉，袁副秘书长。啊，谢谢。还有首席参事兼组长吕礼正。啊，谢谢。秘书处的陈匡宁，陈处长。啊，以及第二组的周秋林，周组长。还有熊忠勇，第三组组长。编撰室的林美满林主任，资讯室周怡兴周主任，人事室黄振荣黄主任，会计室黄宏文黄主任，统计室的陈玉峰陈主任，政风室邓雅文邓主任，法规委员会执行秘书谢慧文。好，再来介绍考选部部长蔡忠贞蔡部长。谢谢。还有常务次的曾慧敏曾次长，主任秘书苏秋远，苏秘书苏主秘啊，考选规划司的叶秉煌叶司长，高普考试司的陈婉华陈司长，特种考试司严慧玲严司长，还有专技考试司的黄庆章黄司长，总务司方秀雀方司长，题库管理处刘玉慧刘处长，资讯管理处副处长刘春明，人事室黄美元黄主任，然后统计室缺慧瑜缺主任，会计室苏景元苏主任。好，再来介绍全序部部长周鸿宪周部长，以及主任秘书黄信惠，法规司蔡明广蔡司长，全序司吕秋慧吕司长，再来是也是全序部的特审司的陈少元陈司长，退辅司吕明泰吕司长，还有人事管理司的黄明匡黄司长，会计室主任郭其如。好，谢谢。再来，公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李义阳李主委。好，谢主委。还有叶维权岳副主委。好，再来是保障处的李俊生李处长，还有地方公务人员保障处黄秀琴黄处长。好，培训发展处宋迪阳宋处长。好，培训评鉴处许秀春许处长。秘书室张清贵张主任，还有人事室石真英石主任，主计室林素纯林主任，国家文官学院的副院长吴瑞兰吴副院长，好，中区培训中心的杨增树杨主任，主计室李美玲李主任，工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蔡峰清，还有业务组的林秋敏林组长，财政组吕明珠吕组长，稽核组张淑慧张组长，资讯室张东龙张主任，还有主计室王坚善王主任，公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执行
监理委员会哈，对，监理委员会，执行秘书高世南哈，高执秘哈，谢谢。还有监办会计黄宏文黄主任，谢谢。还有业务组的李宏林李组长，好。还有稽查组的白玉婷白组长。那行政院主计总处有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徐永义，还有基金预算处的专门委员林秀燕。好，那我们今天上午排定的议程是：第一呢，是审查106年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呢，关于考试院以及所属主管收支的部分；那第二呢，是审查10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的预算非营业部分，那关于考试院考选部主管的考选业务基金收支部分；第三呢，是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考试院全序部主管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收支部分。那我们下午排定的议程呢，是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立法院主管收支的部分啊。那我们首先说明一下，审查会呢委员呢针对今天的议程所列的各项议案哦，包括考试院以及立法院主管的部分，有任何的删减预算案决议或者是附带决议呢？经请于上午的11点前哦，用书面的部分，那么名列项目及数额提交主席台受理啊，那么以便我们同仁可以来这个预先来做一下会诊，作为协商处理之依据哈。那么于是呢，我们就不予受理哈，在这边说明。那么首先呢，上午进行的议程是采综合询答逐案处理的方式进行。那我们现在先进行报告，报告发言的时间是5分钟。那我们先请考试院李秘书长报告106年度施政计划以及预算编列情形。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历年各项施政及预算，承蒙各位贵院各位委员大力支持与协助，在此先表示感谢。本院主管106年度预算编列情形，其中有关部会部分分别由各部会所长来做报告。本院部分系将本院105年度预算执行情形、106年度施政计划重点及预算编列情形分别扼要报告如后：105年度预算执行情形，到10月31日止，税制的部分呢，累计收入是2403万9000元，占累计分配数95.46%。税出的部分累计支出2亿8343万4000元，占累计分配数92.61%。二106年度施政计划重点及预算编列情形：一、施政计划重点；一、健全考选法制，选拔优秀人才；二、实施应考人阅览试卷办法，提升国家考试透明度；三、检讨警察人员考试双轨分流制度，健全警察考用制度；四、检讨公务人员考试类科与应试科目，提升选材效能；五、检讨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制度，落实特考特用精神；六、精进专系人员考试制度，增进产业竞争力；七、考选适格验光人员，符应社会的需求；八、精进证书业务，提升服务品质；九、推动公务人员退休年金改革制度改革，建构永续经营之退伍基金；十、制定文官基准规范，奠定廉能政府基石；十一、建构政务人员法制，完备文官法制体系；十二、改进考绩法制，落实绩效管理；十三、因应社会环境变迁，更续研修公教人员保险法规；十四、建构多元取材法制，以活化政府人力资源，使活络机关弹性用人；检讨整并资质资系；十六、健全保障暨培训法制，发挥保障暨培训功能；十七、办理公文官制度，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考前保训业务发展；十八、健全退伍基金法制，提升基金营运绩效。二、预算编列情形：税入部分，106年度税入编列2612万6000元，较105年度预算2613万4000元减列8000元。主要是减列员工借用宿舍至薪资扣回缴库数及宿舍管理费收入。二、税出部分，本年106年度税出编列3亿4852万1000元，较105年度减列245万5000元。主要是减列上年度已办理完成之全线楼一楼电梯汰换
及全国国家考试及格证书管理系统更新等经费编列情形如下：一、一般行政费3,399,000，系人员维持费、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及资讯业务经费；二、议事业务2,591,000，系考前议事业务及考前业务考察经费；三、法制业务962,000，系法制作业及法规编印、书院审议及督导经费；四、市政业务及督导898,000，系考试及训练及合格证书管理自发、考前市政业务审查及督导、考前及公务人力资源从事编列、考试及格人员服务及市政成果宣导、考前研究发展及国际文官制度学术交流经费。五、第五预备金105万，则以以上仅就本院105年度预算执行情形、106年度施政计划重点及预算编列情形做简要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女士先生示教，并给予支持，谢谢。好，谢谢林秘书长。那我们现在请考选部蔡部长报告，那也请一并报告考选业务基金106年度的预算编列情形。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这个时间有限哈，我想这个直接进入报告重点。第一个部分是这个考选部的这个公务预算的部分哦，本年度的这个税出预算的编列哦是3,400多元哦，然后是相较于去年减列了这个940几万哦，那主要减列的项目是这个考选部的这个行政大楼的这一个修补的这个费用哦，还有若干这个题库的这个使用费用。那在这个考选业务基金的部分呢，则是这个编列这个6亿多5000多万哦，那与今年的情形相当。那今年的执行情形哦，因为有这个会取决于各项考试报名人数的这个增减哦，那今年的执行率呢，已经到达这个87%左右哦。那这是税出预算的一个大致情形的报告。那接着呢，我想要这个简要说明哦，本部在这个除了常态办理考试，这个本年度105年度哦，预计办理18次的这个国家考试哦，那到现在为止已经这个办理完毕的是17项考试哈，那最后一项是12月中旬的这个地方特考。那明年度的这个考试呢，预计办理19次哈，会增加一次的这个考试的办理哦。那我们除了这些常态考试的这个举办之外呢，这个本部现在这个积极在研议的这个两大任务，第一项呢是这个秉承这个贵院的一个要求哦，就高普考公人员高普考试的这个考试类科和这个科目呢，积极进行这个整并研议哦，我们希望能够去朝着这个本部秉持的这个专业化、多元化而且友善的有效的考试取材的方式呢来研议哦，希望能够降低这个青年朋友有志之士哦，这个进入公职部门服务的一些不必要的障碍和不必要的一些门槛。那第二大我们目前在研议中的这个重要的项目呢，则是专技人员的各类专技人员考试及格方式，我们现在在做通盘的整理，也希望就这个职业团体也好，主管机关也好，常年有这个提出意见要求改进的几个类科呢，做一个这个更精致的一个研究这个改善哦。那最后想要恳请这个委员们支持我们两项的这个业务哦。第一项是这个今年度呢，这个医师临床技能测验哦 ，OSCE 的经费改由这个公务预算来这个编列哦。恳请考选部恳请各位委员哦支持这一项哦，对我国的这个医疗品质、医疗教育的这个国际化呢非常重要的这一项经费 ，OSCE 哦，这个临床技能测验目前我们在这个国家考试上是设定为是应考资格，可是其实长期来讲，我们是希望能够国家考试化，但目前这个
这个部里没有这个人力和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财力呢，可以来承办这样的一个对于我国的整个医疗发展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专业取材的方式。所以现在是秉承呢，这是由国内的这个教学医院还有我们的这个这个医学教育的一个奉献哦，由这一些这个教育端的这一个这个医学的这个专家呢来协助。所以我们编列预算呢，编列400多万的预算，其实不是支应 OSCE 的这个这个测验的实施，这个我们只是在编列补助行政费用。那过去呢，这个。在这个编列费用上面呢，因为我们这个费用非常有限哦，所以都是不足额补助哦。今年编列400多万哦，在行政费用的部分也只是非常有限的补助。其实绝大多数的主要的这个测验实施的费用都是仰赖这个这个医学教育的这个体系，还有教学医院来协助哦。那由于这个是一个我们目前这个办理的情形哦，已经是初具成效哦。那长期来讲呢，希望能够让它可以这个国家考试化，所以恳请各位委员支持。最后一句话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办理国家考试哦，过去有若干这个不足额录取的现象、哦，高普考的这一个考试，但是今年度。已经这个没有过这个过去5年来这个长期这个录取不足额的土木类科，今年已经没有这个现象，也恳请这个委员们能够支持这个我们在这方面所这个想要进行的一些努力，谢谢。好，谢谢蔡部长。我们请全序部周部长报告，也请一并报告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106年度的预算编列情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谨先向各位委员对本部及所属各项业务的指导与支持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仅就105年度已过期间预算执行情形、106年度施政计划重点及预期绩效及106年度。预算配合施政计划编列的情形三部分简要报告如下。首先报告106年度已过期间预算执行的情形。本部部分税入预算105年度税入预算是66万余元，截至10月底为止，累计实收是65万余元。税出预算全年度预算数总计为248亿3600万余元，截至本年10月底为止，累计支付是为245亿6005万余元。基金管理会部分税入预算，截至本年10月底为止，累计实收是10000余元。税出预算106年度税出预算是8亿8120万元，截至本年10月底为止，累计支付是为8亿5402万余元。其次报告106年度施政计划重点及预期绩效。一、积极推动重大法案建成文官人事法制，包括持续推动公务人员基准法草案、企业人员人事条例草案及聘任人员人事条例等草案完成立法。二、因应政府组织改造，更续研议主编列等部分，本部将配合行政院主改的进程，桃园县改制直辖市等核实审核各机关组织编制。三、建构社会安全网络，确保老人经济安全部分，本部配合国家年金改革推动的时程，积极参与国家年金改革委员会的各项各阶段的工作。四、灵活基金资产配置，提升基金集合效益部分，将配合国际经济金融情势的发展，适时机动调整投资组合，并借由多元化的投资布局，以分散投资风险，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再来报告106年度预算配合施政计划编列的情形。本部部分税入预算106年度税入预算是编列17万余元，税出预算106年度税出预算数编列250亿3916万余元。包括一般行政3亿8833万，
以及公务人员退休抚恤给付244亿140万余元，基金管理会部分税入预算106年度无编列税入预算，税出预算部分106年度税出预算编列15亿6552万余元。为使本部各主管各项业务得以顺利推展，达成年度施政目标，上级各位委员对于本部及所属基金管理会106年度施政计划及收支预算案鼎力支持。再来，报告有关退伍基金预算的部分。首先报告105年度重要业务执行及基金运用的情形。一、办理基金收缴及退伍给予之拨付，以保障退休人员的生活，累计缴费收入为9671亿8200万元，累计给付数为5912亿1600万元。二、弹性调整投资策略，提升基金运用效益。本年度截至10月底为止，已实现收益数为143亿余元，期间收益率为2.1%。如列计未实现损益后的收益数为192亿余元，期间收益率为3.5%。三、持续办理委托经营业务，专业管理增加效益。105年度国内委托经营委托总金额为新台币300亿元，国外委托经营部分总金额预计为6亿美元。四、加强本基金内部稽核，确保财务安全。已经完成105年度1至8月份内部及委托经营之双月书面查核及国内7家受托机构的实地稽核。五、基金运用的概况，基金总资产为5682亿余元，比例最高的三项分别为委托经营2033亿余元，国内外债券977亿余元，银行存款866亿余元。其次报告106年度重要业务计划及收支预算编列的情形。重要业务计划部分包括更续办理基金收缴及拨付作业，维护参加基金人员的权益，配合国际经济情势机动调整资产配置组合，研究多元投资途径，分散基金风险，适时研修相关法规，健全基金财务运作，适时检讨稽核业务，提升内部稽核效能，强化委托经营监控，落实资讯通报机制。那有关预算编列的情形，包括拟定106年度基金运算组合、基金收支预算，那详细的情形，请大院委员来参阅书面的报告。那基金管理会将持续关注国际经济情势之发展，加强基金投资管理，多元规划多元化的最适资产配置，有效分散投资风险，掌握投资契机，提升基金收益。上级各位委员对于本基金106年度预算会以鼎力支持，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李主任委员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首先感谢各位委员多年来的支持跟指教。那先报告105年度截至10月底此预算执行情形。那本会部分税出执行率是97.31%，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部分税出执行率是91.71%。那在施政重点的部分，保障业务方面是研修公务人员保障法妥数审议保障事件。办理保障业务先导辅导以减少送延。在培训业务方面是办理法定训练，包括考试录取人员训练、升官等训练及高阶公务人员发展性训练，以及提供多元及共享学习资源，包括建置数位学习共用平台等。其次报告收支预算配合施政计划的编列情形。本会及所属机关106年度税出预算总计5亿200万元，扣除人事费及基本维持费大概有3亿元之后剩下的2亿元就是主要用在办理法定训练约12000人
那这个经费需要1亿8千万元，所以我们剩下来可以推动业务的经费啊，非常非常的少哈，可以说是人少，这个钱少，那事情又很多。那预算编列情形，就本会的部分，在税出106年度啊，税出预算编列1亿8637万元，较上年度增列605万，啊，主要是一般行政的部分啊，增列员工薪俸晋级差额等经费啊397万元，那提升治安等级经费195万元，那在训练进修业务啊，主要是减列高阶文官国外研习啊等经费193万元，及增列办理集中实务训练等经费210万元。在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部分啊，税出啊106年度啊编列3亿1570万元，较105年度啊减列780万元。那主要是包括在一般行政的部分呢，增列啊员工薪俸晋级差额、汰换冰水主机与冷却啊水管路等经费啊增列166万元。国家文官培训业务有1亿3438万元，较上年度减列，因为我们减少了考试录取人员啊，训练减了啊1400多人啊，以及汰换公务机关啊数位学习共用平台设备等经费，所以减少了2570万元。在中期公务人员培训有7972万元，较上年度啊减列这个人员维持费，那增列学员宿舍啊秋景楼等建筑物耐震结构补强工程等经费啊，增列1565万5000余元。以上是我们啊106年度的啊这个整个啊预算啊编列的情形啊，敬请各位委员啊能够给我们大力支持，谢谢。好，谢谢李主委。我们请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监理委员会高执行秘书报告啊，请就公务人员退休抚恤的这个监理委员会的106年的预算编列情形来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啊，因为本会高主任委员出国考察，所以由个人来代表做今天的这个报告哈。本会历年各项施政及预算承蒙大院各委员女士先生的支持跟协助啊，首先在这里代表这本会来表示由衷的感谢哈。那本会的依据组织条例来负责公务人员退抚基金的收支管理运用的审议监督及考核，那年度的施政计划及收支预算呢，都按照这个退抚基金的业务需要来编列。那在这里仅就105年度预算已执行的情形、106年度施政计划的重点以及106年度预算配合施政计划编列情形三个部分来扼要报告。那第一，首先来报告105年度的预算已执行情形。本会105年度的预算截至10月底止，税入部分无预算。那去月10月底累计收入数是4490元。那二税出部分预算数是4112万6000元，去10月底止累计分配数3552万，累计支出数3255万3000元，累计分配数是91.65。第二部分106年度施政计划的重点：一、持续办理审议的业务，落实资产的配置。那这项工作分为两部分。那一是办理基金的收支管理及运用计划的审议及预决算的复核事项，那包括对107年度的运用计划的审议、107年度预算、105年度的收支决算的复核。那二是办理本基金委托经营年度计划的审定工作，那是针对106年度的国内外委托经营计划来进行审议。二、加强绩效考核及风险评估，提升经营能力。我们依照基金的评比指标，每月来评估基金的成效，每季也按照管理会函报的财务报表来进行审查。三、严密控管程序，完备稽核功能。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持续来监督基金的运作及法规的执行，落实各项检核检查，然后防堵基金业务的违失。四、督促落实资讯公开，强化基金的透明度。我们鉴于各界对基金的财务资讯
都非常的关切，所以持续来督促落实资讯公开的体制。五、监督基金会计作业必实，会计表达允当确实。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因应基金会计改采国际 IFRS 制度，我们透过审查报表的机会来督促来落实执行。六、构建良善的沟通渠道，引进多元的观点。那这个部分我们是慎选基金的监理的议题呢，加强跟国内的政府基金行政部门来合作，以及民间的经验的运用，来提升基金的治理效能。七、务实培训监理人才后职研发的量能。那这项工作也分两部分，一是培育稽核的专业人员，我们是透过年度的训练计划跟参加外部专业机构的研讨会跟专业训练来提升同仁的稽核品质跟能力。二是推动自主与委托研究，来提升自行研究的量能。八、更续办理提升基金监理绩效专案，强化监理的职能。那我们推动这个计划呢，从去年十一月开始，我们更续要来推动专案的中长期的工作，那配合业务的需要，提升治安安全等级到 B 级以上。另外要建制一个新的监理一化资讯平台，希望能够来强化整体的监理职能。九、推动绩效管理作为，臂力基金的永续发展。那我们将要结合绩效的管理跟重点的监理业务，那随时来检讨落实的推动，来发挥基金的监理职能。第三个部分，一百零六年度预算配合施政计划的编列情形。一、税入部分无预算跟上个年度一样。二、税出部分预算编列5365万1000元，较一百零五年度预算数4112万6000元增列1252万5000元，主要是增列资通安全及建制监理一化平台的经费。那情形如下：一、一般行政4110万1000元是人员的维持费跟基本的行政工作费；二是退伍基金监理1245万元，主要是办理退伍基金的监理义务；三是第一预备金10万元。四、结语：本会一百零六年度的预算案是经过审慎的编列预算，符合本会的施政需要，敬请各位委员、女士、先生给予支持。在此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跟谢意。以上报告，敬请指教。好，谢谢。好，谢高子密。我们各机关所长已经报告完毕，现在进行询答。那每位委员发言的时间是6分钟，必要时候延长2分钟。因为我们今天有预算要审查，所以我们在今天上午10点以前就截止登记发言。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林德福委员发言。主席一位这个李秘书长还有各列席官员，是不是请那个李秘书长还有那个退伍基金会的蔡副主委还有这个监管这个退伍基金的这个高执行秘书是不是请唱道明的请自动上台就可以了也不用行礼了，谢谢。好，林委员好。那秘书长你好哈，我请教哈，我想因为那个复兴航空停飞以后，那一些股票现在面临下市的危机哈，那而且国产建材这个估计将认列20亿的这个损失，那退伍基金持有国产股票也差不多35000张这种状况下这个也面临。这个损失那请问退伍基金要怎么去因应？跟我们报告，复兴航空的话，退伍基金并没有投资。你等于是投资国产，里面有35000张，我刚刚讲的那么清楚，你没有听清楚啊？因为你国产建材跟这个复兴航空它是联动，而且这个。国产建材预估认列差不多20亿的这个损失，那你这个难道你都不知道吗？主席停一下，他都不知道嘛。好，那个我们先暂时间先暂停那我们请那个
公文报告，我们国产是有，但复兴航空没有。35000张呢，对不对？那35000张，而且这个里面它国产是认列20亿的这个损失哦，那你未来要怎么去因应？你是摊平还是这个要加码摊平，还是这个继续持有啊？怎么样做最佳的处理方式？我想跟我们报告，我想我们还是会先从基本面去看看国产目前的财务状况还是不是能够值得投资。我是认为说，因为哈，我马上接着就是要问我们这一段时间呢，退伍基金啊，我想退伍基金设立的目的是运用基金来这个在本息来支应公务人员退休的这个抚恤与给予啊，以提高公务人员这个退伍所得，来改善政府的财政负担哦，以保障这个退休人员这个他包括这个遗嘱的这些生活。那请问对于退伍基金在这个投资操作发生损益的时候，是采取放任这个专业判断，还是会适度的来监管？我想我们这个是从专业的角度去看这家公司啦，我们会从基本面、技术面，然后看他有没有立即的财务的危机，还要再看看这个产业的状况，再来做判断。那个，我想秘书长，你有什么看法？你秘书长，是，谢谢委员。这个，我想这个，投资这件事情啊，应该是，能够用专业、用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啦。那国产实业既有所知，以前的基本面是不错的，所以退伍基金有做了一些股票的投资。国产是一小部分而已。那个秘书长，我要请教，就是说，因为退伍基金哦，这个针对国内上市柜公司的股票，以及这个指数的这些股票型的这些基金投资作业规定，哦。那个104年度的投资评比损失达到20%以上哦，那统计总共有55档次，金额啊损失126亿，不是126万哦，126亿哦。那为什么投资损失已经超过20%，却没有依照作业的这个规定，这个来提投资策略小组评估是否停损卖出，有没有这样做？那个监理单位有没有怎么做？跟委员报告哈。那我们监理会呢，通常会针对这个管理会的一个运作的状况来进行适当的一个监督，每个月每个季都有一定的监督。但是每个月每个季这个有没有嘛？那这个部分有，我们就是针对，因为有这个规定，刚委员也讲得很清楚，是在投资作业规定里面。那针对这个20%的部分呢，我们就会请管理会适时来进行检讨。那管理会通常他们在监督的时候他们不是说只要是这个亏损到20%，他就立即的除，他要去评估未来的发展各方面的状况，那综合的这个我了解啊。但是你我要了解说，到底现在问题是出在代操经理人的专业判断，还是投资作业规定只有做参考的价值？那对这些专业经理人有没有强制的约束力？这个部分比较细的部分，应该牵涉到每一个委托或专业经理人的一个监督跟委托契约的执行，可能要问这个管理会的细节。因为哈，损失126亿啊，不是126万，我刚刚已经讲过，再强调一次，这是算是蛮严重的，超过20%啊，那你要是说对专业经理人没有一些强制的约束力，那这个退伍基金未来很快就，对不对？就整个就消耗掉了，对不对？因为104年度的基金损失比例啊，高达多少呢？高达43.64%，那可见基金的经理人恐怕并没有很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却没有对回升激励低资投资标的进行停损，还继续持有。那请问这些违反基金作业规定所增加投资损失，有没有需要追究责任？这个部分依照契约的规范去做执行，我们是请管理会他们的契约规定的那个监督的部分来做报告。来，管理会，你不能说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懂啊，那你们在管理什么？我想跟李委员报告，个股的部分如果委外的话，尊重经理人判断，因为每一家
投信公司，他们有没有设停损？停损是设20%、25%或30%，是由公司的内部控管来决定。我们尊重他专业经理人的判断。那意思就是说，反正就是交给他们，那损失多少？我想你们没有一个。不会，没有一个监管的机制。不会，不会。我想跟林文报告，每一档个股，他们每一季都会来跟我们报告。我们会询问投信公司，为什么这一档个股亏损这么多，你还会继续持有？你继续持有的理由是什么？你要有一个合理的说明。那你要是说 后面是要怎么来处置这档股票？你要是说没有一个，就是怎么去追究责任啊，甚至一个规范，那这个好像就是反正就是。只要跟他签了约，让他去抄代抄，不会。那损失多少，反正这都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子？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跟林委员报告，如果个股的部分，如果公司有故意，或者是说有过失，造成这个股价大幅度的亏损的话，依照契约的话，我们可以要求他赔偿。那个我要了解说，要是说如果没有一个确切、很明确的一个规范要求，那规定是不是形同？这个据文而已、哦、完全没有什么效力。那如果有的话，那要怎么样来负责？您刚刚有提说要赔，那到现在你说亏了126亿，对不对？这个额度是不小的。我跟林文报告，每一个委托案、哦、投资的个股不一样。我们过去的经验，有投信公司因为短线操作造成个股的亏损，或者是说因为故意或者是说过失造成的亏损，我们这个都有依照契约请公司来赔偿，这个过去的案例都有。好，那个我是希望说这个部分一定要好好的去处理。那个秘书长，从有关这个公务人员的升迁啊、训练以及人权保障教育等面向分析，目前还是存在公务人员官等越高，女性的比例越低，哦这个性别平等的落差，那请问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报告委员，这种情况已经在改变中了。在改变中，对，因为我一直认为说，是不是男性当官比较好，还是这个我们这个公务机关还是有大男人的这个沙文主义，会不会啊？现在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没有了是吧？对，像我们考试院的中级的主管科长级，那女性已经达到7-8成的比例了，哎、所以这种预计到109年，女性的公务人员还会比男性公务人员多，这样哈、哦所以这整个情况已经在改变中了，有在改变中，是好、嗯，因为我时间的关系哈、哦，是，谢谢委员，那我下一次再问，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林委员。接着请张宏陆委员发言。主席，我请那个秘书长。啊，请林秘书长。张委员好。嘿，秘书长，我想请教哈、哦。是。我们现在的考试员呢19人啊，是是好、哦、考试委员，你觉不觉得这个人数有过多的倾向？你觉得是适合还是过多？报告委员，这样子，这个考试院是宪法明定的国家最高的考试机关，这是民国36年就制定了。那36年的时候的那个环境和今天来比啊。是今天的情况，因为社会的演进啊，政府职能变迁啊等等，那今天的工作分量繁重，比当年啊多太多了。那人也没有说这个不增反减的道理哦。举清理民众啊，是应该是考试委员，目前我们也不敢说增加，但是没有再减少的道理，是这样。民国36年啊，在修正考试院组织法的时候啊。是因为将中国大陆哦，好纳入考量，所以才从11名增加到19名，这个历史没有错吧？到目前为止，当时为什么设定19人啊？史无可考了，那只是有人这么推测了，
说当时啦用省级分配啦等等，但是都是没有确切的证据。没有确切的证据啦，啊，所以当时是瞎搞就对了啦。林秘书长意思，当时就瞎搞，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定这个法律，定这个法律就是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瞎搞喽。不，这是委员讲的啊，是说死无，你说死无，不，这么重要的一个机关，要从11个人变成19个人，现在说无法可考，当初连个依据都没有，那表示就是瞎搞啦。你当初我刚刚讲的说，是不是当初因为有把中国大陆的幅员辽阔考量在内，对不对？然后才从11人增加为19人。那你秘书长说这个没有啊，当初也没有任何理由啊，所以证明当初就是瞎搞嘛，不是吗？不然你跟我说理由是什么？你跟我说理由是什么？报告委员，你总知道个理由，这当然不在你任内的事情，但你当这个秘书长，你总应该知道个理由吧？我刚才就像委员说过啊，这个考试院也做过这一方面的专题研究，但是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证据来说，哦，当时是这样的理由来设定19位，是这样子。不，所以啦，没有理由就是瞎搞啦，好，就是乱来。委员讲的，那我要说的是啊，是全球啊，组织在造精简啦，这已经是趋势了。是，连立法委员的席次都减半了啦。是。对不对？立法委员的席次也都减半啊，那立法院还是不是在运作？还是你们觉得现在立法院没有在运作？因为人数减半，运作不好，应该没有这个情况吧？对，向委员报告、啊。对对，因为这个，我知道这比较政治性的。我今天要提出来，我就是要说，其实啊，时空背景的改变呐、啊，我们啊，行政院还有我们啊，一直在讲，我们组织要再造，要人事精简。那你是考试院，你如果本身啊不把这个观念改掉啊，我说真的，我们很多的你组织在造什么？你让一般的人民怎么知道会认为我们政府在做真的？考试院原来是一个最抗拒改革的地方啊，对不对？现在台湾才这么大而已，要弄到19个考试委员，我真的觉得这个哈实在是哈报告委员。没有必要啦，哈，我没关系，因为时间的问题，这个，哈，时间的问题，哈啊，我也认为啦，这一种，我请秘书长你来哈提讲，我也不认为这应该你负的责任啦，哈，那只是我希望你把这个意见带回去，给你们考试院的院长、副院长，想社会有这么大的声音，好，这第一个，另外啊，哈，我想请问一下哈。刚刚你有说啦，我们的公务人员女性的比例比较高嘛，是不是？目前男性高一点点，预计109人会黄金交叉，会那个嘛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们的高阶公务人员女性多还男性多？目前是男性多，但是因为这个中阶的公务人员的主管女性主管啊，这个比例啊急速增加，所以。这个未来是可期的，未来是可期。检任官啊，检任的女性主管，我跟你讲了哈，检任呐哈，对，我现在讲啊，建任的时候啊哈，好，建任的时候啊哈，男性是42.8啦，女性57.2啦，对，但是到了检任之后啊，对，男性68.7，女性31.3啦，是，好，那而且啊，就我手头上的资料啊，好。这个啊，在他们在这个受高阶的训练的时候啊，他们的女性的成绩啊，大部分都比男生好了。手头上你们那是你们的资料哦，好、哦，那是你们的资料哦，好、哦，那所以我是在说，像这一种的，我觉得明显不合理啦，不是男生哈、哦。到了越高阶，男生就越厉害。你从成绩来讲的话，女生也不错。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应该要去看看，好、哦，要去思考如何改善，好不好？报告委员，你这个观念是，你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情况都在改变中了。好、啊，那我们希望改变快一点呐、啊。是，好、哦，是不是？是我觉得用人就不分性别嘛。是，好、哦，这是一个。另外哈、哦，您。这个您知道吗？哈，你们这个
像考选部啦、全序部啊，这个每年也都有编列，包括你们考试院，每年都有编列很多的出国预算啦、啊。好、哦，那你觉得这些出国预算都编得合理吗？都应该要去吗？报告委员，我们考试院部会啊，每年所编的出国预算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可能，而且像考试委员每年出国的人都自己贴腰包。都自己垫付，像今年我们去美西团啊，那我们一个考试委员才55,000，他们一个人实际开支是110,000多，那差额就要自己付，是这样子。那我想部会的情况也一样，都只有几十万块钱而已。但是啊，钱应该用在刀口上了。是，好，你们的考选部今年啊，明年有编列一笔预算，要去北京。你知道他要去干嘛吗？要去了解大陆办理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社会工作师等等的考试及职业管理现况。你如果去美国、去欧洲，我还没意见呢。中国大陆有比我们好吗？有比我们先进吗？我们去考察他们这个，你觉得有没有离谱啊？你觉得离不离谱啊？这个我们蔡部长在这里可不可以请？那好啊，那来主席，请蔡部长回答。有没有离谱？好，请考选部蔡部长。这个报告委员哦，这是在我就任之前就已经编好的这个预算哦。那我们不反对这个委员把这一笔预算删除。我们今年就已经没有去动之今年度的赴大陆考察的这个预算。好，好，因为我是认为啦，你去考察这个，而且敢在计划书里面写成这样。这出去会不会被人家笑？去考察大陆的哇，房地产估价师什么经纪人，这种预算书能够拿得出来吗？要是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敢拿出来，我早就在自己就删掉了，就拿出来笑话。好，我希望以后能够注意这些。好，谢谢。好，谢谢张委员啊。好，我们接着请周春明委员发言。主席，我们还是有请那个李秘书长，请李秘书长。李秘书长不用在行李，没关系，谢谢。好，周委员好。部长好哈，那我们今天审预算嘛，是，那还是要跟你了解一下，我们在105年度考试院跟你们所属机关的出国计划。你们的预算书是编列578,800，但是到7月底累计执行数只有316,000，执行率是6.15%。那不晓得是说，刚就如同秘书长回复张委员的是说，考试委员很省，你们很省，还是说你们整个出国计划的这个订定没有审慎考量到各项因素，所以影响到这个出国计划的执行。到7月底执行6.15%，去年是编500多万，今年又要求编，今年又编就明年度的预算638万。这部分秘书长要不要说明一下？我想，考试，周委员所询的可能是考试院部会全部，对对 对, 對全部，對對對，那但你是秘书长啊，这里面其中有一块可能是保训会的那个高阶文官的出国培训，那可能现在还在进行中而已吧，进行中，所以还没有结算就对了，是不是？那还是请那个李主委来说明一下。这是我们预计执行于本考试院包括周委员，应该不是我们这个高阶文官培训，因为我们那个费用也比较高，我们那个金额都比较，那个是给公务人员这个出去的，跟这个考试院这个院部会这个出国的这个经费应该是不一样的这个项目。好，了解，是好，谢谢秘书长，到底是怎么样？我考试院的部分，今天我们大家。提了很多那个预算案呢，就针对考察这个部分啊，对啊，你要做个解释吧。对对对，考试院的部分到目前为止啊，我拿到的资料是执行率是61%，
因为今年啊，我们的长官啊，院长、副院长啊，秘书长啊，在忙了年金，所以我们今年都没有出国。哦，那副院长，那明年还是啊？那为什么明年还要变那么多？明年一定是年金改革年吗？预计年金改革，我们预计520之前法案会送到立法院来。啊，改革之后就可以出国了？就没有这么一个蔡总统指示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在这里。那李部长，李主委请回。那蔡部长指示你们，蔡总统指示，那你们考试院的委员要支持啊，不要现在大家我们督促监督考选部跟全序部提的一些改革方案，但是到考试委员那边就过不了啊。没这回事，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对，最好那好，那个秘书长请回，谢谢，请那个考选部蔡部长。部长好，那这最近呢接二连三有关考场的问题，好像就媒体有报道，那其实这个会影响考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益，在心理上也造成他们的很大压力，包括之前这个大家一直在盛传嘛，律师考试明年二试就南部的考场不举办嘛，那还有前天，还有这个礼拜六日一举行的那个建筑师高考，也是因为考场有一些疑问，部长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再说明一下？谢谢委员有这个机会给我们考选部对这个事情做一个这个直接的澄清。首先就谈到我们这个国家考试因为这个每年举办的国家考试非常多，所以都必须要这个事先规划。所以其实明年度的这个整个国家考试呢，在今年的这个十月就已经全部定案了，所以明年的国家考试是不可能动的。那我们在这个推动一些这个政策的思考和方向的时候，当然都必须要这个逐步踏实的去研议。所以今年这个律师考试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因为有两个因素，我们就在内部在思考说往后要不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有一个台风很可能来袭，然后那个台风如果来袭的话是会从南边扫过去，所以那时候我们非常担心这个高雄考区这个600名的考区那台北有1600多名，会不会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导致这个整个期程大乱。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因为律师考试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考选事务基金的这个倒贴的这个成本非常高，是两倍于考生的报名费是律师考试这个部分最明显，是不是？对，还是还有其他的专技的考试？专技考试只有律师，每一个考生的这个基本成本超过3000元，然后他们的报名费只有1500元这是一个因素。但是我们不会贸然，而且从来没有说过说明年要改变那这个记者也许下笔太快了，所以说这个导致一些在考试中就有一些抗议的声音，那我们也立即澄清，其实这个国家的这个考试政策和制度都必须要这个审慎的研议，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请容我们已经对于这个昨天苹果日报的报道这个做出严正的澄清因为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澄清，是因为我们在办考试这个必须要到处请托学校来协助，所以今天岭东科技大学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他，因为建技考试是为期3天，学校都借不到的，好，所以说这个我们有准备书面稿呢，来给所有委员参考。这个部分那个考研部有说明。那再请教部长你刚刚说我们知道每年要举办的考试很多，但不可能都是在比较好的季节嘛？大家都知道说，像我们的经验就是律师考试好像就是在8月是一试，10月是二试嘛。那事实上现在气候的变迁，八月当然是酷热的，那个不用去讲。10月其实还是很辛苦的，但是也不能说也没有办法，因为一年四季适合考试的季节，适合不用开冷气的季节，实际上时间有限。但是怎么样去分配，让这些就是说，怎么去分配，会让每个考生他在比较好的状况、比较好的气候下能够去应考，然后显现他自己的实力出来。
委员哦，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研议的哦，就是这个天气哦，对考生造成非常不友善的一个应考环境哦。那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一直很希望能够推动一个专业多元而且友善的一个考试的方式和措施，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希望哦，能够多方的去思考各种解方，其中一个解方是说，比如说如果能够善用国家考试的这个国家考场的话，那其实刚刚委员讲的那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做更弹性的一个调整。善用国家考场。对，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国家考场，其实它的容纳量是5000人、哦，那是一个营造物哦，就是其实是国家花费巨资来设置的一个国家考场。那如果说在这个规模在3500人以下的考试能够在国家考场来举行，我们可以在考试。现在没有这样吗？现在因为各方的压力很大，所以这个我们理性上面在思考有没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会审慎的来做。就是说还是希望大家到各地方去考场，各地大部分中部南部都有，大部分的期待是这样，那考生的期待是这样。对，而且我们是希望说基础的考试希望能够广设考场来维护各个地区这个考生的一个权益，但是如果是进阶的专业化的考试，希望能够引进多元的考试方式，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来操作。好，那刚刚部长你有提到说这个律师考试的那个成本啊，哈，考选的成本是最高的嘛，就是3000块。那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为什么律师的考试依照专门职业技术人员高等考试律师考试规则，他要考试的项目高达14-15科，哎，一个考生。那事实上我们从实务经验来看，很多的法到时候是在诉讼上是不太会用到的啦，大部分80-90%的人不会去用到国际公法、国际司法嘛。但是你说14-15个科就是都要准备民法、民诉、刑法、刑诉已经够难念了，还要再念到商事法，当然这是律师他必备的一个技能，只是说国际公法、国际司法或者这些考什么样的科目、什么样的学科要列入考试，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是在哪里？理论上讲，专技人员考试哦的这个考试制度的设计哈，必须要有这个职业团体的高度参与，还有这个主管机关的一个意见咨询。那这个律师考试的这部分，陈如委员讲的哦，这个长期以来，不管是律师界还是学界都有非常多的意见，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也是紧锣密鼓的希望能够来进行一些合理的改革。我们思考的方向是要真的能够为国家拔擢出适当的法律专业人才、这个、我们希望以这个方式来做。这个部分上个礼拜五我跟游美女委员、蔡玉委员，我们三位司法法制委员就律师高考的考选制度，我们有办一个公听会了，所以我这边要跟部长再请教说，大概什么样的时程可以提出来你所谓认为一个合理然后进步的一个改革方案？上礼拜这个三位委员的这个协助之下开了一个公听会，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声音，跟我们部里面现在研议的方向呢有若合符节之处哈，所以我个人是很希望我们在年底前呢能够这个整合这个目前尤其是职业团体的意见，然后就先提出修改的版本来广泛征询各界的意见。好，年底吗？年底。对，希望能够年底就提出来。好，谢谢蔡部长。谢谢周委员，接着请郑天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有请考试院的李秘书长，请李秘书长，考选部的蔡部长，请蔡部长。委员好，秘书长好，先请教那个部长哈，部长，刚才你答复那个我们张委员的质询哈，对于这个106年度下个年度的预算，有关出国到北京这个预算呢、的，我是有点质疑哈，请教你是几月几号到考选部的？
这个520，对，今年520这个预算案是今年8月31号才送到啊，以前送到立法院的，所有的包括行政院的各院的预算都是现在的政府所编制的，啊，这个是这个部分时间差哈，这个你还是要了解，所以你还是要了解为什么要去，也许是有值得去的地方啊，啊，你们的同仁不会随随便便编吧？不会吧？是不是？这个报告委员哦，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之前就已经了解过，当时的考量 是那就删掉了嘛，好，那就好，没关系。如果是乱编的，就删，您就主动删掉，没关系哈。好，这个不然的话，等一下你也要可以请教你的同仁了。我不现在不在这边查证了哈，你有没有看过这个预算是不是经过你盖章的啊，送出去到考试院的啊？这个一定有一个过程嘛哈，好不好？好，我们这个考选部啊，对我们原住民族的相关的就业，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了，啊，考检部。那在过去啊，跟部长说明了，早期这个姚嘉文呢，啊，当考试院院长的时候，他非常重视原住民族的到公务机关的一个禁用，所以他协调甚至请考检部去协调相关的部会，能够多多禁用原住民，有一些你无法想象，竟然都还列为你的这个考选部的原住民族特考的直接哦，像侨务委员会哦，哦，像这种都有。事实上，我们各部会都应该要有。像你这个考选部，你没有吗？你现在有没有原住民的？没有。好，哦，像这个办特考的，哦，办训练呢，哦，像这个文官培训呢，哦，这些都需要啊。啊，所以其实都可以考量。你知道蔡总统对原住民族就业的政策，你知道吗？不晓得吧？我告诉你哈，蔡总统在去年8月1号提出原住民族的政策，其中有关就业的部分，要提供新的，特别讲新旧的新哦，新的上万人的超过10000的意思了的新的工作机会，所以民间企业那是比较困难了，啊，当然还是要推动哦，相关的这些都要各部会都有关系，考选部也要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可以吗？没问题，我们会全力以赴。好，那个给你一些方向啊，事实上各部会有很多跟原住民业务有很多关系的，但是他长期以来禁用的非常非常的差啊，你可以运用你的相关的关系，或透过相关我们考试院院会，或是透过考试跟部会之间跟行政院相关的协调，好，啊，譬如说林务局，对不对？啊，而且很多管理处观光局的所属的管理处啊，或者是公路总局常常都有了，这个没有问题。像矫正署啊，我们建议早期禁用了很多，他会特别有这个列科啊，监守管理员。但是这几年呢，很奇怪的，这几年在增加了很多的监守啊，增加了很多的监守管理员，但是他就没有提报啊，所以这个部分都要去了解去追踪啊，包括其他的部会啊，像以前外交部也提供，为什么很多南岛国家，因为很多南岛国家都是我们都是南岛民主啊，哦，像这种类似像这种的哈，哦，请这个啊部长能够很积极的啊来去跟相关的部会来去协调，可以吗？是啊，你可以询问给他们了哈，啊。好，我那个部长请坐哈，秘书长，我们看你的那个报告哈，是。特别提到完备文官法治体系，你觉得以现在的状况，完备文官法治体系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吗？哦，目前我们对这个，譬如说公务人员基准法，哦，
哦，那个谈政务三法，那个谈很久了，几十年了，都没有通过。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届期不细审了、啊，又回来，我们还是会重新检讨，以后再送到大院来。那考绩法啊，还有聘任聘用人员的人事条例啊，还有高阶文官的这个特管制度啊等等，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计划在做。秘书长，其实哈、哦，只会越来越差了。啊，只会越来越差。我在这个前一阵子在这里也跟这个我们这个前戏部的部长提到，是这个像机要人员呢、啊，是哦，机要人员现在又要放宽了，对不对？对，你知道吗？有在研议的。哦，研议哈、哦嗯，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审慎的去思考了。是，好、哦。这个我是公务员很久啊，从基层从一直到啊常任文官哈、啊，对我了解啊，最高职等14职等，对，看的很多了。是，这个早期不会，早期大概都是兼任秘书了，哦、啊，我们的机要人员都兼任秘书，啊，有一年呢、啊，突然这个两个参事都变成机要的，啊，两个参事。然后也完全没有看他的学经历，完全没有学经历，啊，就是走上街头很多次，然后就可以当检任的机要的十二职等的参事。看在文官来看呢、啊，就觉得，然后他主持会议也没有办法主持，啊，协调或者要看公文也不知道也没办法看公文，对不对？机要人员就是一般的对首长嘛，哈、哦，就是协助首长机要的行政事务嘛，啊、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作为一个最后把关的考试院，那个要不要经过你们宴会？是要，要经过你们考试院宴会啊，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放宽也许有它的必要，啊、哦，但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制度性啊，是制度性制度面的一个一个规范啊，比如说他的学经历啊，啊学经历啊，这个也都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啊，去规范的一个方向、啊，是让整个不然的话你这个写在这里完备文官法治体系哈、啊，那个不是啦，你那个公务员基准法也不算啦，啊，所以这个不那其中之一啦。是哦、但是就未来的前景而言呢，那是大大的问号了。啊，委员不要悲观了，这个我们对周部长都很有信心了。嗯、这个我们就看着吧。啊，好，谢谢，谢谢委员。好，下一位许淑华谢谢，麻烦主席有请考选部的蔡，好，蛮请的蔡部长，麻烦你，谢谢。部长好，我想早上有收到了你们针对《苹果日报》哈、哦、所报道的一则新闻，然后做出了一个回应啊、哦。那就是这件事情哈、哦，我想也要再请教，就是。您刚刚特别提到，而且还附了一些照片哈。那确实，我们从这个照片当中看起来，旁边就是有一个超商嘛哈。那当然，这个考生是特别有讲说缴了1800的报名费哈，那么却没有国家考试该有的及格，令人遗憾。这个是考生说的，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检讨。当然，整个考试我们提供给考生的一个国家级的规格应该是怎么样？但我刚也听到你，就是我们也理解考生来自于不同各地，那我们怎么样寻找更好的地点，能够让他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特别是这个地点呢，我们几乎都是跟很多的学校来做商界嘛。那当然你也提到非常感谢学校，我们当然很感谢学校了。但是问题是，从这一份的报告当中哦，我们也看不到我们未来应该怎么样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所以我想在这里要再请你多加补充，就是未来我们怎么样可以提供给考生？其实对一个考生来讲，1800，我认为是不算少啊哈。那他既然来这里
准备了这么久来考试，他当然希望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特别我们看到他考试 这次的他因为画图的关系等等的，并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场地。那是不是代表我们事前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考哪一类的，我们都会知道嘛？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些的硬体的设备上，包括软体应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似乎都没有考量得很正确。那怎么样来提出你未来我们在考场的部分，哈，虽然您刚刚有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国家级的考试场，将近会5000人，但是我想这个不是马上就可以做得到，或者是现在规划的情形。但是现阶段你每一年都得必须面临这么多的考生，那不同类别，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报告委员哦，这个问题我想要从这个个案和通案两个部分来说明。个案的部分是检讨哦，那这个检讨的部分，我要跟委员还有这个在座所有的委员来报告的是哦，今年建筑师的这个专技高考哦，它为期3天，6日1、3天，礼拜一呢是上课期间，我知道。所以像这种考试哦，其实是我们如果是在台北地区以外的这个各县市来办理这个国家考试的话，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去接洽场地，是由要拜托这个各个地方的县市政府的人事单位呢来出面洽界。所以这个岭东科技大学呢是在这个台中市政府的这个千托万拜的情况之下来答应哦，挪一天，他们等于说他们要调度礼拜一的这个上课来见我们。了解，好，抱歉，部长必须打断你。你当讲这个情形我了解，就如同刚刚我们那个周春明委员特别提到哦。就是说我们既然我们是主办单位，我们那个场地上会请地方政府来协助，但是今天你是考试单位，我们时间上我们今天已经定的是这样，难道我们不能从时间上先去优先的做考量吗？一定是在这个季节这个天数，或者是说我们不能主动的去关心这个场地未来，对，我们今天是主办单位，我们当然尊重地方政府帮我们找的，但是这个场地就是今天主办单位，你当然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你去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啊，不是说我请地方政府协助，那地方政府好与不好，那地方政府要承担，那以后没有地方政府敢配合你啊。这是我们现在的困难，的确就是我们现在法律没有给我们一个权限，可以强行要求这个地方政府配合。那我们没有办法去确保每一个学校都愿意借我们考场。那这个容我再报告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规定说考场一定要由地方政府来帮你协助，或者是你也可以主动的去协助，你也可以主动的去找，有这个明文规定吗？如果要在这个台北以外的地区设考场，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直接在当地直接来找考场。有没有明文规定说你由我们主办单位考选部不能主动的去接洽任何的场地单位？可以，但是我们做不到啊。是啊，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你现在你不能把责任说我们方便台中台北我们方便，其他地方我们不方便，就委托给其他的地方的政府。当然地方政府可以协助，但是主要你今天是主办单位，你就得必须负起责任嘛。今天的这个新闻出来骂的是谁？当然骂的是你考选部啊，不会是骂地方政府啊。我们当然很感谢学校提供这个环境给我们，但是我讲的重点是，既然你是主办单位，那同时地方政府提供给你的，你有这样的资格啊，或者是你能够去筛选这个过程，这个学校的环境条件，你们事先有没有去现场看过？那么这次的考试的规格是什么？哪一类的？那怎么样在软体上做搭配？显然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看到你们有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啊，就是地方政府找了你就用了嘛，但是所以后面出现这些问题，你才没办法处理啊。委员的知道这个以后我们会全力来加强。要怎么样加强？你以后、哦、以后、哦就是、会不会除了台北之外啊，除了台北之外，其他的在中部那或者是其他地方，你们会不会主动的来协寻这样的一个场地，或者是说一定要指定要学校？那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利用其他的这些软体的设备，找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不会有相关的这些超商等等外在的干扰？
报告委员，其实我们已经在做了。明年的这个考区呢，在今年规划的时候，我们就都已经是寻觅新的考场，尤其是六月和九月，因为要开放冷气，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部里主动去查看现场，然后去主动去做接洽了。嗯，好，我希望呢，我们这样子对一个考生的影响哈，不会再发生了。也希望诚如你所说的哈，我们要主动的去关心，不管是不是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场地，那你提供了之后，我们整个的这个动线呢、啊，我们都要去主动的去做了解嘛哈。好了，那我现在再请教一下，我刚刚有听到您说哈，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的各种公务人员的高普考的情形啊，事实上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出现有一些录取不足的一个现象嘛哈。那您刚刚特别提到，就是105年的时候，特别对于土木类的，我们今年是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哈。那其实我们从各方面的数据哈，从99年到100年哈，到现在105年，我们录取不足的人其实是不断的大幅在增加。那么另外呢，其实哈录取不足的部分呢哈，以建筑工程类。好，还有包括环保技术类的，其实是我们现在国家最缺的一个人才。那我现在我们要跟你一起探讨，就是说未来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方面哈、哦，能够来做人才这方面的一个补足哈、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政府虽然现在有推动三级机关要做一些政务官的担任，也开放了参事要有1/3要给这个非考试用的人员来禁用，但是毕竟国家的整个的体系的公务人员的禁用，我们从高普考还是我们最主要的基层的人员嘛，而且我们现在这些开放的这个所谓的就是政务官的部分呢，它还是职等比较高的，我们的人才主要还是从高普考来。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不晓得您有没有了解一个情形，就是其实地方政府啊，我过去在地方政府待过，最让我们为难的是以土木来讲好了，或者是以工程类来讲了，人员绝对都是不够的。那在不够的人员情形之下呢，地方政府怎么办？他只能够去用另外用这个聘用的用约聘的资格来招募相关的人才进来嘛。但是呢，万一有发生所有相关的弊端或者是任何情形的时候，约雇人员他就可以随时离职。那未来我们国家如果一直在处于这种在我们的公务人员不均等的情形之下，这是对我们会造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困扰。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来做改进啊？特别是现在我看到报考的人数是逐年在递减哦，我们从101年的将近800,000人啊，到现在哈是已经是105年是480,000人哦，就是说到底为什么我们的这些国人啊不愿意再来考取公务人员，我想不是单纯的就是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少子化的原因，到底是我们国家给出的保障不足啊，或者是升迁的管道会受到很多很多的阻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可不可以跟我就是简短的再说明一下，因为时间也到了。这个报告委员哦，这个我们这个考选部能够做的这个权限有限哈、哦，就关于题目本身我们没办法处理，但我们可以处理的是，我们希望能够活化这个国家考试的这个制度设计本身，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在正视哦，是不是有若干哦不必要的一个门槛阻碍了这个青年朋友来报考国家考试，所以我们现在在全面检讨这个高普考的这个考试的专业科目，尤其是一些技术类的专业科目哦，考到6科哦，就6+2。考到6科，然后科目又很细，范围又很广，这个是不是就已经致使了造成一个非专业性的障碍、嗯、我们现在正在检讨这个，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动减少这个不必要的这个专业考科的方向在走。是，好，了解。那如果您有这方面已经比较具体的包括考题的部分的设计哈，还有每一种类别，我也希望你再就是提供一个书面的报告来让我了解好吗？好好，谢谢哈，谢谢主席。好，我们接着请孔文吉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我们请蔡毅委员发言。主席哈，恭喜主席。
啊，各位同仁，你们在笑什么？那我们请这个考选部，请蔡部长。好，委员好。部长早哈。部长，我想要我想要询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考选部哈，我们目前这个在点试法有规定说，这个考试的一个点试委员，他是由考选部商同点试委员长来遴选人员，然后报请考试院院长，那合体考试院会议决定后，由考试院来做这个遴派。所以我在礼拜一的询答中，那你们给我的讯息是说，目前我们的一个点试委员的名单有20000人，好、哦，有20000人。但是我要问的是说，从这20000人中挑出来的一个点试委员，他的重复的比例会不会过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报告委员哦，这个容我再细腻说一下。这个委员刚刚提到是法律规定，那我们现在在作业的程序上面是先由考试院会呢决定点试委员长之后，然后呢这个由考选部呢就各个考试分组之后呢从点试人力资料库提建议的草案名单，然后送请这个点试委员长来勾选召集人和点试委员，之后才能够逐步的这个形成具体的人选。所以，而且点试委员长可以添加这个点试人力资料库所没有的这个委员名单。所以说，这个是整个运作的这个现况。所以说，全部的点试人力资料库哦，有20000多人哦，那只是一个基本的资料库，而且是分门别类的资料库哈，人力资料库。基本的人力资料库了。对，那在点试委员的遴聘上面哦，本部是有一个这个内部的控管，我们一再要求同仁哦，就是3年内的这3年内同一考试不应该有重复的名单。那所以我们目前是做到的是，除了考试委员之外，点试委员各考试的点试委员和命题委员不会去这个3年内同一考试不会重复的这个提请这个列入草案名单。因为我们只能够有权做草案名单，所以你们是说3年来控管，至少3年内不会有重复的一个状况发生。除了考试委员之外，除了考试委员，那就我这边的一个资料哈，那当然我讲这个资料，那由部长来再来分析一下。2014年的时候，所有考试合计的一个点试委员总共有4365人次。那第一次参加点试工作的是只有505人，就是只有16%。那有1158人，他是连续3年获聘，就是高达37.56%。所以在2014年，就是2年前的一个资料，发现说，有1000多人，他是连续3年的一个聘用。那这样连续3年的话，基本上我认为说，他的一个出题就会变得非常的，好像僵化，一致性变得说，这个命题上是不是更没有弹性了？我想这个数据是正确的吗？这个报告委员了，这个数据哦，我们都是全部汇整起来形成的一个总数据。但是呢，考试是完全不一样，像今年办18次考试，那同一个委员呢，他可能同一个点试委员，他很可能是协助不同的考试哈，级别还有类别都不同的考试。对。对，那这个目前的数据是没有做这些清楚的区分。同一类的考试，那是3年内不会，除了考试委员之外，3年内是不会重复聘任的。部长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因为毕竟这个在之前，我不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数据上是不是有没办法呈现出实际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希望说，你们如果像你刚刚说的，你们在3年内会确保不会有重复的一个状况，那我希望可以继续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好，那我第二个要问的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点试委员他的名单都是不公开的，所以在不公开的点试委员的情况之下，就变成说这个应考人，他们一旦说他们这应考产生了有一些状况，还是说这个在考试过程中命题还是答卷中出现
应该就责的，可是我们却不知道点事委员是谁，这不能有办法检讨吗？报告委员，这个问题哦，这恐怕必须要从这个整个考试制度的设计、点试制度的设计呢，做一个通盘的思考。目前是没有办法这个考选部是没有办法提供这些名单的、哦，在法律上有守密的义务，这是法律的点试法的相关规定。那这个所以如果每次命题点试事务出问题哦。这个日后考生还是告考选部，虽然这不是考选部的职权，但是还是以考选部为被告来提起各种诉讼。那这个是现况的情形。对，我想这部分我们是不是在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哈、哦？这个点试委员不公开，当然是为了要确保这个考试的一个公平。但是等你考试已经结束后，你仍然就点试委员仍然是。仍然是把它完全都不对外讲的，我觉得这可能在于说一些事后的一些责任的追究，好像变得点试委员他只负责，他就有权无责，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边我们可以再大家再坐下来沟通一下，好不好？好，那部长可以先请回。那我们可以请这个保训会我们的主委吗？哎、欸，请主委，哎、欸，李主委，嗯。蔡委员好，哎、欸，主委好哈，主委，我想要跟你聊一下这个，现在我们就学校老师哈，这个老师这个这样一个公务人员，他如果在偏乡地方偏乡地区工作，在偏乡地区上课，就是我直接讲啦，在两年前我们嘉义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张雅茹老师，他在上课。要去阿里山哦，峰山村峰山国小上课的途中，他被落石击中，好、哦、被落石击中，那人死亡。那基于我们现在对于公务员这个慰问金，他只能拿到230万，因为他并不是为了这个执行这个什么危险任务，没有执行的。那我现在问的就是说我们难道如果地方政府愿意替这些老师去投保意外险，让他有更多的一个保障？可是我们基于现行法的一个规定，是没有办法去替他们投保的。这部分主委了解吗？因为我们的部分是属于公务人员或者学校，他是要有行政职，这些总务主任啊、教主任的一般老师，并非我保训会主管。一般老师不是？不是，不是。他要有行政职的这个部分，那才是我们主管。那有行政职的啊 ，OK 啊，有行政职，他一样去执行这个偏远地区的一个工作。如果是有行政职的，是。那我们去替他投保啊？我看起来我们中央的态度似乎都不同意。这个是这个承办人是投保意外险。对。他慰问金办法里面规定没有再另外投保意外险这样的一个。对，因为你们不定义这样的一个偏乡地区执行工作是叫做执行危险任务，好、哦，你们不把它叫做危险特殊职务，你们限于说只有危险特殊职务的情况之下，你才同意这些机关替这样的公务人员来投保意外险。是是是。所以我认为这个点对于像你去执行偏乡的一个老师，基本上他去执行偏乡的一个教务工作已经非常的辛苦了，结果你们还是把他限缩在说他这样不属于危险特殊职务。我觉得你用这样去绑这个东西，这不得力嘛。危险的职务他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对象跟范围，对，他只有四款。那假如说他只有四款，就限于说比较属于类似消防人员呐、啊，那警察去执行职务的时候，你们让他可以投保另外投保意外险。是是，对，因为这个如果要扩大的话，可能就是各个机关也会有意见，那这个恐怕还要审慎的研议了哈。那现在讲的这个，问我还是强调，就机关会有意见，但是他们不想再多花一点保险费嘛。是，所以但是我认为说，如果你站在这些替这些偏乡的学校去，还是偏乡的机关去思考的话，如果他们的工作期间本身就是一个这个上下班的过程就是很危险的，那你他们的机关又愿意替他们投保，
那我们何必去挡它呢？哦，这个到后来只是说，机关会增加它的压力，这个压力我们也懂，但是你不能因为抗拒压力就把愿意做的人把它堵住了嘛。是，哦，我觉得这部分是不是大家再检讨一下？好，可以。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请赖瑞龙委员，赖瑞龙委员，赖瑞龙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钟孔照委员，钟孔少委员，钟孔少委员不在。高路以用委员，高路以用委员，高路以用委员不在。许玉仁委员，许玉仁委员，许玉仁委员不在。我们请李俊毅委员，李俊毅委员。哦，不好意思。啊，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考试院秘书长。请秘书长备询。议员好，啊，秘书长好哈，嗯，我今天有关考试院的一个定位的问题，我想跟秘书长就教了哈。是，我想请教一下，依照宪法的规定，考试委员有几位？考试委员的人数是规定在考试院组织法。考试委员的人数没有规定在宪法，跟监察院不一样，它是规定在考试院组织法里面的，对不对？考试院组织法规定几位？19位。十九位。好，那我想请教秘书长，就是说，考试院跟立法院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考试院是负责文官体制、人事法制、官制官规的制定，那这些有关的法律案都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那考试其实只有两个部分呐，黄秘书长，我们简单的说，第一个是如果有法规的话，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嘛；第二个就是有关考试院的预算要送到立法院来审查，对对对，也只有这两个跟立法院有关嘛。哦，其他我们立法院委员也没有权责监督考试院嘛，对不对？那我想请教哈，这个秘书长，其实你也非常清楚哈，考试院的19位考试委员哈，其实他的职责大概是什么？你能不能跟大家说明一下？考试委员的职责就是针对这个考试院所执掌的事情啊，这个公务人员的考选、全序、保障、退休抚恤的管理和法制事项，考选、全序、退休抚恤、保障，这些都是考试委员应该处理的吧？哈，还有，来来来，还有任用考绩，好，全序、任用考绩，来，我想请教秘书长，现在的19位考试委员里面有哪些是这方面的专业？我想，因为哪些是全序考试或是保障的专业有没有？不，因为考试院的其实总共现在是这方面的专业的考试委员只有3位了，只有3位，其他都是什么？都是各科领域里面专业的考试，因为考试院是合一制了，来对，没错，对，合一制嘛。那我再请教秘书长，考试院是合一制哈，那考试院有2部1会嘛，对不对？二部二会，还有、还有一个监理会，它虽然监理会了，监理会那当然是因为跟基金有关嘛，哈。对，好，2部1会在考试院，他们是列席还是出席？部会所长3位是出席，那像我那次长是列席嘛，对不对？秘书长还有人事行政总处的那个人事长是列席。没有，我要问的问题是，全序部也好，考选部也好，还有保训会也好，他们提出来的相关法案送到考试院院会审查的时候，这些部会有没有投票权，有没有决定权？他们是出席的、出席啦，对，但是他其实没有投票权、没有投票权，还是要有考试委员决定嘛，没有错吧？向委员报告，这个11届、12届到目前啊，没有用投票的，没有用投票，我知道了，是共识决。其实我在考试院待过了，我很清楚的。那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是说，他没有啊，我如果提出了法规，最后还是考试院在审啊。是，那问题是考试委员都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啊，那我怎么样审这些法规？是这样子，这个部会啊，当然是主管机关，他非常的专业。那考试委员他虽然有的不是这个领域，但是他从各个方面啊，就凭他的专业、他的知识良知来，谢谢，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啊，这个就是问题所在。考试委员不是这些的专业，
全训部也好，考选部也好，保训委也好，都非常专业，但是提出来的法案往往在考试院过不了关，包括在前届的关中院长所提的这个年金改革法案，哦，年金改革法案关中院长自己提的，全训部提的，结果在考试院过不了关，你要不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报告委员，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演进啊，因为考试委员不认同嘛。那考试委员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但是他不认同，他就否决这样的提案嘛，对不对？没有错吧，秘书长？不是，因为考试委员他虽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但是从跨域治理的角度来看，他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但是他是决定最后的内容是什么的人嘛，没有错吧？因为那过去关中院长的情形非常清楚嘛，他提出来年金改革，但是在考试院就过不了关，因为关中院长主张年金改革，但是考试委员反对嘛，没有错吧？那我现在请教秘书长，这个情形会不会发生在这一届的考试委员？报告委员，102年的四月份啊，考试院所提出来的年金改革法案是送到立法院来的。当然送到立法院来啊，我知道啊，对 对，所有的法案都要送到立法院来。我现在只是说，当时关中所提出来的年金改革，考试院并没有认同。但是问题是，我现在要问的是，我们明年度还要审查年金改革的相关法案。那现在以你的了解，我们的考试委员会不会认同？会认同。这是你讲的，你讲的还是大家拢沟通好啊？报告委员，我刚才讲说102人，秘书长，这个苛责你没有意义啦。哈，这个其实真正问题出在这里，我们的考试委员不是这方面的专业，真正专业是全区部，是考选部，是保训会嘛，但是提出来的却由这些不专业的来审查嘛，审查完以后，哎，他不支持这个案子就不会在考试院成立嘛。那问题就是在这里嘛，我们现在要讨论就是考试院这个宪政机关它的组成到底是怎么来，因为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它的组成，它的宪法规定，它没有规定它的人数，但是这些考试委员的专长又都不在全序嘛，那到最后变什么？到最后变成他不懂的法案，他决定到底要不要成立为法案。那现在这个问题就不断的会产生嘛，包括明年度我们要讨论的年金改革，我跟你讲啊，我预期啊，大部分的考试委员还是会反对啊。那我请问秘书长，如果到时候的考试委员还是反对，你们认为要怎么处理？报告委员，你恐怕过滤了。因为我们院长一再强调政府一体的，这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包括我在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包括上一届也是这样，这一届你告诉我不会，因为你秘书长的功能比较大吗？还是你秘书长沟通协调能力比较好？所以来，秘书长，我今天也没有要苛责你的意思，我是要求重新思考考试院的定位到底在哪里，特别是考试委员他的组成，如果都是以各科领域的专长来的，那事实上对考试院的意义不大。那我现在再请教这个秘书长，考试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考试其实都是怎么样？第一个我们有题库，对不对？那题库抽签以后有一个命题委员嘛，哦，有一个命题嘛。那命题委员针对这个题库抽出来的，如果分配比例不好的话，他在做调整嘛。那最后我们才每一个考试都由一位考试委员去当点试委员，没有错吧？当点试委员长。点试委员长，好，来，那请问点试委员长他是怎么产生的？目前啊，因为考选部一年有18、19次的国家考试、啊，一年非常多次啦，對對對，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在考试院里面抽签嘛。是的，啊，抽签会抽到讲，我的咧考到书啊，结果我抽到的是医生，有无？有可能吗、欸？有没有可能我考试的是律师，结果我抽的点市长、点市委员长是医生？有没有可能？这个可能？就抽签嘛，经常发生啊，经常发生啊，所以秘书长。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考试院的运作，考试院的组成，特别是考试院组织法，其实这些通通是问题了。那去年我就其实是上一届了，我在上一届我就提出考试院组织法的修正了，那我这一届我还会再提出来。我认为考试院最后我做一个结论，考试院这样的机关没有存在在宪政机关的必要性，赶快早废除算了。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李委员。我们接着请林维洲委员发言。那林委员发言完毕，我们先休息5分钟，谢谢。主席，我们请考试院秘书长以及考选部部长。
委员好。哎、欸，你好，李秘书长还有蔡部长哈。哎、欸，我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个考试院相关的这个业务哈。请教哈，现在我们这个国家考试到底你们有考试院这边举办的大概有多少种？每年呢、啊，有多少种考试啊？113种。就是由你们举办的。就是你们的核心业务嘛，哈。报告委员哦，考选部举备考这个举办考试18分成18到19次，那考试的这个类科呢超过100种哈，包含公务人员考试，还有专职人员考试，那合计的话100多种。100多种，好，然后18次。明年19次。啊、有时候18，有时候19，好。那大概上，我刚刚已经有听到说，大概有的是算是国家这个公务人员的考试哈，另外还有专技的考试，专技的考试包括律师、会计师这一些吗？对，这个专技人员考试哦，我们目前有80种，78种，但明年就会80种。哦，就专技人员的部分是80种。这个部分不是考公务人员哈，是考证照啦哈，他的相关的这个。职业的证照是吗？对，所以参加的人数大概一年这样，所有你们举办的考试参加的人员大概有多少？参加的我们有一个，如果以去年来讲，全部合计的话呢，考生这个去年大概是50万，然后今年因为还有一个考试，好，所以说今年大概48、9万。OK， 约50万左右。这刚刚我也听到其他委员讲，以前更多哈。有100多万人参加考试哈，现在比较少哈，但是还是很多人参加这个考试，所以这个考试的这个公平性啊，各方面啊的制度是不是完整就很重要。这个一方面牵涉到考生的权益、公平原则哈，一方面我们国家哈，你们的很重要的功能也是要为国举才哈，要考到比较好的人才进来哈，所以它这个有两方面重大的意义啊，所以公平制度哈，这些都要很严谨。请问这些考试哈，出题哈的老师，出题叫点试委员是不是？还是出题的人叫做什么什么名称？出题者有2种层级、一种是比较这个参加点试会是点试委员，点试委员。然后不是点试委员的话，还可能是命题委员。那有些人是只担任阅卷委员。OK， 所以实际上参与的是这3种身份。那这几种人都是由考试院去或者考选部去聘的，还是？不是，是由考选部提初步的建议名单，由点试委员长选定，是由考试院聘任。哦，所以这个点试委员长哈、哦，有一个这个点试委员有一个会议啦哈、哦，他们会去处理这些阅卷的啦，哈、哦，还有这个出题的啦，哈、哦，命题的，所有这些考试，国家考试还有这个专技的考试，这些。如果选定了这个出题，我觉得出题跟那个阅卷都是很重要的啦哈，因为出题是不是公平哈，会不会泄题啊，这些都会影响考生的权益。那阅卷会不会有主观意识啊，那个机制要如何稽核让这个阅卷是公平的，这个也很重要哈。请问这个出题的人、阅卷的人都有入围，像那个大专联考这样把它关起来吗？我们是另外有这个国家考试的入围，那入围是主要由这个行政人员来担任，就是本部来担任这个委务的主要工作哈。那这个就是命题者哦，不会直接入围，只有点试委员长所指定的召集人和召集人所委请的点试委员。这个1至2人会入围审题，那他们出题之后会不会泄题啊？你不用入围，然后他出了题目出去，他都可以外面啪啪走，会不会泄题啊？泄题啊，会不会？因为在这个入围围场打开这个命题卷包之前哦，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就是谁命题的，就连考选部都不知道。那考。
命题的人自己知道他命题的、啊。对，所以说他会不会泄题、啊？有法律上的很强的责任，而刑法还有考试法规里面都有很强的这个的严厉的一个刑事责任。哦，所以这个跟大专联考那个好像不太一样哈、哦。我记得我考过的是，就是只有考过大专联考。大专联考的话，有这个所谓的入围，我、哦、要入围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从他开始命题到阅卷完哦，他都要在被关在那个里面，所以他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人。我了解的是这样啊。那国家考试反而不是这样子，国家考试是只 是这个运作上面没有办法让那么多的命题者关到围场里面去、嗯、所以他们是事先那个密封命好题之后，密封之后送进围场，然后再由专家来审查。所以这些出题的人他知不知道他出的这些题会被考呢？一定会被考呢？会知道，我们会一再的提醒，这有很强的法律责任的。我觉得这个机制哦，这个影响到50万人哈、哦，参加这个考试，这个机制恐怕还有必要再来检讨，更严苛一点。因为对考一个公务人员进去，他可能是终身的一个工作，这个影响是蛮巨大的哦。高考啊，这个。一辈子在那边做，然后他可以领我们的国家的薪水，甚至退休金，所以那个经济效益也是很大的。老实讲，比大学联考哈，不比大学联考来的不重要了。我的意思是说，对一个人的人生的规划来讲，所以照理说他要有等同的严苛的标准，也很合理。比较大学联考的这种命题。或是阅卷的老师更相同严苛或是更严苛的一个管理的办法，我想是有它的必要，因为这对考生的影响相当的深远，然后而且同时呢它也影响国家的举才啊，是不是公正啊，是不是可以找到最好的。假如我们相信考试是举才的一个筛选的好办法，那当然就是要越公平越能够挑选到好人才。所以我对这方面其实我认为哈，好，这方面我请你们哈给我做一个书面的说明，就是说你们针对这些阅卷哦，还有这个命题的这些人员哈，管控他，让他防避杜绝会徇私舞弊泄题，到底你们有哪一些机制？好，这个给我一份书面的资料，我要来检视一下，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哦，好，报告委员，我们会后会提供。谢谢。好，那我问这个问题，主要另外我还会再衍生其他的，我在有剩余的时间，我再请教哈、哦。除了这些国家考试，哈、哦，公务人员还有这个专技考试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国营。事业单位的考试，包括银行，包括国营事业，像中油啦，这个中钢啦，邮局啦，这些事业单位，这些考试呢，是由你们来举办吗？不是，只要不是国家考试，都考选部不举办这些非国家考试的考试。Okay, 所以这一方面，其实以我知道是有更不严谨，有更多的问题。那每年。也是有非常几十万的考生去考那样的考试，也影响非常多人的权益，但是更不严谨。这个我们将来有机会，我会再把它好好拿出来讨论。谢谢。好，好，谢谢林委员。我们在这里先休息5分钟。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Glass 委员不在，然后还有接下来是优美女，我们请优美女委员发言。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考试院的李秘书长，请李秘书长，还有考选部部长蔡部长，请蔡部长。秘书长好，还有蔡部长好，部长，我想，秘书长，这个很多人都提到哈，我想已经有好几个委员提到，就是我们考试委员的这个人数的问题。是啊，现在我们考试委员有19位嘛，哈。那您知道说当初19位是怎么来的吗？那个人数是怎么算来的？向委员报告，不知道。不知道。对。OK。那我告诉你，就是说在这个考选部还有全序部次长徐有守先生，他在2002年的时候，一场座谈会里他就提到，他说行宪以后我国才有考试委员，那行宪以前呢是没有考试委员的。那来到台湾以后呢，大家都知道有个不成文法，就是华北华中华南若干省，一个省一个考试委员，所以呢，然后西北、东北、西南地区呢，各一个，再加起来共有19个考试委员。那因为呢，全国不止19个省，所以呢，就有19个考试委员。那我们现在到台湾来，对不对？我们台湾这么小，而且说实在的，今天所谓的华东、华北，这个西南、西北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以前这所谓的以前的我们的增额国代啊、增额的明代啊，其实也都是依照这样的分配来的。那后来这些都把它废掉了。那可是我们考试委员的这个名额还是依照这样来，您觉得妥当吗？报告委员，这个资料我看过，但是我不以为然，因为我也不晓得徐有守写这个的时候他的根据是什么，所以我是不予采信的。那您觉得说现在的19位考试委员是适足还是过多，还是你觉得有没有？因为事实上，考试委员的这个人数，它其实并不是定在宪法里面嘛，是对不对？所以它是在法律里面。所以您觉得它是不是？当然，现在的我们是不去动它嘛，对不对？在未来，如果说任期到的话，那您觉得考试委员的人数要不要降下来？应该这么来看哈，从宪法的横平性来看，因为现在大法官是15位，那监察委员29位。所以考试委员19位，隐于适当了、好，那现在考试委员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考试委员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宪法所赋予考试院的限定职掌啊，考试委员都有这个责任啊，来遵依宪政体制，贯彻宪政执掌来执行这些事情，包括人事体制啊、文官法治啊等等啊，都是考试委员的职责。好，那现在就是考试委员他有这么多的职掌，但是我们在考试院下面又设有考选部、全序部，我们的这个这个考保训会啊等等。那现在我们各个部呢又有部长，对不对？或是我们的主委。那今天这些的职掌，就说今天我们的考选部的部长等于是考试委员下面的幕僚吗？还是说我们的考试部，因为既然是部长，他就是应该是一个政务人员嘛，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政务官的话，那他应该是要做决策嘛。可是今天我们好像发现说，政务官的决策他必须要经过考试委员，所有考试院有关的决策、政策的决策全部都要经过考试委员。所以在这里是不是会发生说，今天考试委员他的权限这么的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部长变成他没有办法做决策，那这样子跟我们所谓的部长是政务官，这本身是不是有一些局语？这个委员你过滤了，事实上考试委员也是非常尊重部会所长他的专业，他所提的法案等等考试委员也都是非常尊重的。那考试委员是来自不同的领域，
他们从跨域治理的观点来看，那增加这个思考的层面也是一桩好事。那如果说好，今天考试委员跟我们的政务官，那他的政策两个不一致的话，是要以谁的为主呢？因为考试院的会议啊是用合议制，那以考试院院会所通过的决策啊才是考试院的政策，是这样子。你说考试院通过的是？考试院院会所通过的决议才是考试院的政策，所以一定要经过考试委员的考试委员的决议通过之后才能够形成政策。考试院院会的合议，所以它等于是我们所有部长的上级嘛，对不对？变成是这样子的。我想这个应该是跟国父当年在制定考试院的时候，我们的宪法的时候的想法，他大概始料未及吧。我想这个部分是抛给我们秘书长了哈，当然我想我知道你无能为力的哈，那这个部分也回去考虑看看。好，那这个秘书长请，那是不是我请那个我们的考选部长哈，这个蔡部长。谢谢。那蔡部长，今天当然我们知道说考选部每一年都在办高普考、特考等等嘛哈，那报考人数呢其实也都一直在偏低，那以至于呢有一部分的这个类科呢，它连续五年呢都不足录取额，那每一年考试也都有部分的类科呢不足录取的率的超过五成，那我不晓得说这个不足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报告委员，这个我们有这个立专案来研究这个问题哦。那这个录取不足额的这个类科其实是性质高度集中，就是土木类，然后呢这个建筑师，这个交通技术都是这一种，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这个高专业性，而且在市场的这个待遇都很不错的一个这个工作属性。那然后另外呢，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呢，的确是会有一些这个问题是出在考试本身。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就是在设计类科的时候，这个专业科目的设置呢过于僵化。那我们的归纳大概基本上有这三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个可以改嘛，对不对？因为可能很过去的东西已经不符合时宜的，所以呢，虽然说它是一个很需要的这些的人才，但是好的人才进不来。我想这个是考选部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国家举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改的，可以好好检讨。我们正在研拟哦，是不是在调整这个高补考的这个专业科目的考科？那也希望能够获得考试委员的支持，来这个让这一个方案能够成熟的上路。这样好，谢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全序部好吗？全序部长，请周部长。周部长哈。我们知道说公务人员呢，依照我们这个统计的性别的一个统计呢，我们会发现说，在这个委任级的话，女性占有58.4%，然后呢，在这个兼任级的话呢，女性占57.2%，都是超过半数的。但是到了兼任级的时候呢，女性只剩下31.3%。所以呢，显然就是说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嘛，其实在整个一个公务体系里面应该已经是算最公平的，对男女应该已经算是最公平的。可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所谓的当升到最高级的检任的时候，女性就升不上去了。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由来已久，几乎每一年我都有咨询这个议题。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考试院其实也设立了性别平等委员会，其实也都表现不错，其实也都历年来都一直在提这个问题，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对策。那我不晓得说我们的周部长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或是有什么样的对策。我想公务员的升迁它有一定的法制，那性别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那我们也不能说就不管他工作的绩效怎么样，那就完全以性别来处理。那现在可能委任级、兼任级的女性公务员会比较多，那未来当然检任的部分一定会比较多。那过去检任比较少，是因为过去我们女性的公务员是少，那当然一直这样循序升迁的话，到最后当然还是男性会比较多。但是我们其实像我们机关，我们在拔擢人才是完全不会看性别的，完全不会看性别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不是看性别，但是女性成绩比较差，能力比较弱，所以他们都升不上去。不是不是 这意思，而是说以前公务员考上公务员的确实是男性会比女性多，然后当然这循序升迁上去的话，男性自然比较多。那现在很多女性都考进各机关，那他们当以后循序升迁的话，当然就有非常大的机会，而且是跟男性是应该是平等的。啊、哦，当然我们希望是说要以才能来选才嘛，对不对？对。但是呢，并不表示说女性的才能都比较低嘛。哦，不会啊。但是呢，啊、就说依照您刚刚所讲的，就是因为过去的历史，因为大部分都是男性比较多嘛，对不对？对。但是我们有，我相信部长也听过所谓的 affirmative action 嘛，对不对？对，当两个人能力一样，所有的资历什么都一样的时候，应该要优先用女性吧，啊、这样才能够去弥补那个不平等嘛，对啊，对啊，对不对？对啊。好，所以我们希望是说，你们在这个部分也能够想一些的这个对策，能够来让女性呢能够被提升上来。好、哦、，OK， 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游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江启臣委员不在，我们请段宜康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全畜部周部长。请周部长。好，委员好。周部长您好。这个从2004年以后啊，因为修改了这个修法之后啊，我们2004年之后的政务人员的退休就是用新制的哈。对，在2004年以前，政务人员退职酬劳金的旧制的规定啊，因为可以并计事务官的年资哈，那所以就会造成，因为并计之后啊，他退休的时候他是政务官，所以呢他的薪水就会比较高，好，比事务官的年资比较高，尤其是如果是特任的政务官就会高很多，因为他如果是比照。有政务官有比照十二职等的嘛，哈，十二、十三、十四，对对，好，所以他就是因为他比照，比如说这个政务次长他比照十四职等，他就是领跟常务次长一样的薪资嘛，但是特任官的薪资，就像您是特任官，特任官薪资就会高，比这个比照常任文官的要高，对，所以他退休的时候，他就会用他。大概是薪资最高的去计算，然后去把前面的年资再全部都包括他在担任常任文官的年资，所以就会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政务官，我们现在给各位看一个，给部长看一个表啊，这个表我想其实你应该也很熟悉哦，我们现在的退职的政务官总人数应该是542位，好，那么这里面呢分为八类，这八类呢的可以领到的退休金，其实平均的数额是差很多了。哦，那有的领的最少的在20000元以下的，还有148位。这148位比较多的是第八类，都在第八类跟第七类，就是一次退的优存或者只有公保优存的。哦，这个每个月只领到不到20000元。不到20000元，那么最多的呢，也有160000以上的，这个有2位，160000以上这2位是哪2位？您知道吗？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清楚。160000以上的有2位，然后整个平均来说，你会发现，大概平均退职的金额领到最多的就是第一类跟第三类，就是有。这个都是有旧制的，再加上旧制的月退，再加上优存的，对，这会领最多，是，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来看第二张表的话，就是从这个退政务人员退职所得分析，就是我们只算第一类，就是旧制加新制加优存的，好，就是你平均领最多的这一类，你会发现人数最多的都是我讲的特任。的政务人员是，哦，165位，再加上比照检任13职等跟比照检任十四职等各有23位，所以这个
211位是领的最多的啊，尤其是以这个特任的政务人员。那么，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我们把，当然在2004年之后退休了就不会再，2004年之后的年资就没有这种状况的了哈、啊，就在2004年以前的。那现在至少这200多位特任的政务人员，他们现在还在领，包括他们就职的年资在内，包括优存等等，平均来说，每一个月领到12万元，哈、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要请问全序部有没有或者考试院有没有什么改革的计划？我们请秘书长一起上来好了。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请你秘书长。社会诟病的不合理，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改变的计划？可不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我想这部分在年金改革委员会有部分委员也提出这样的看法，那媒体舆论也有很多人认为，过去因为这些特任人员他并计常任轮官，结果用最后比较高的份额来计算他的退休金，包括优惠存款，是有比较不公平的地方，所以社会有很多声音也是认为应该要做一些改革。如果要做一些改革，我跟秘书长请教，这个是要由考试院来做，还是由行政院来做？这个主管应该是考试院嘛，对不对？回委员的话，这个议题呢，现在在年金改革委员会在处理之中。那有一个共识以后啊，这个会交给行政院考试院有关的机关，但是我不想等年金改革委员会，因为他们的这个会议已经开完了嘛，21、22，他们还要再开国事会议，我知道。但是我们现在要今天要审是考试院的预算，所以我们每一个委员，包括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对考试院的预算所做的要求。这边我们就要反映我们的价值啊！我能不能请问一下，这个政务人员领这个包括月退、包括优存、包括这样的一个计算，现有的状况到底是根据什么？部长能不能说明一下？他当然是根据有关政务人员的退休方面的法律、退职抚恤条例的条文里面，那优惠存款就是根据优惠存款办法里面，那由政务人员来比照的，所以用行政命令来比照，对不对？对，因为这个行政命令是那个公务员退休法授权定的。是，所以我要问说，如果要改这个行政命令的话，是谁来改？行政命令，因为这是全序部主管的法规命令，所以要由我们拟案，然后送考试院来审议。那全序部目前有没有拟案的计划？对，我们因为既然社会各界有不同的声音，包括年金改革委员会的委员的不同声音，那我们也持续在研议，看要怎么样来处理。那如果全序部拟案之后，还是要经过考试院院会嘛？哦、就是我上次跟是秘书长请教，我们伟大的考试委员重要的工作就是每个礼拜开一次考试院院会嘛。那如果考试院院会如果不通过的话，那就提不出来。也送不到，对不对？也送不到立法院来，这个法规命令来备查，对，对不对？因为这也没有办法公告， 对，所以就是出不了。如果没有办法经过考试院院会同意的话，根本就出不了考试院的大门嘛。对对，这体制上必须这样。所以我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改，不用等到年金国事会议有结论，有很多。重大的改革可能要需要年金国事会议或者这个有结论之后才送到立法院，但是这个只是那一部分，尤其是特任的政务人员领到超高额的退休金，你们自己知道不合理嘛？哪有人用自己担任这个特任官，然后薪水这样子突然变得那么高，然后回推他的年资，然后去领退休金的？既然是不合理，既然可以由考试院只要修改行政命令就可以扭转这个不合理，我的要求就很清楚，如果你们今天的预算想要过关，
就这一点必须要做出承诺。我请秘书长自己回去思考一下，我们不晓得等一下会不会审到预算，或者是下午或者下一次，总之我会在预算上处理，谢谢。好，谢谢段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我们请登记最后一位的郭正亮委员发言。我同样先请全叙部周部长。请周部长。委员好。周部长，我程序刚刚段委员的问题啊，因为程序上是国事会议开完，然后就要把多数意见、少数意见送到全叙部嘛，对不对？然后全叙部就会拟出修法的草案，然后送到考试院嘛，对不对？啊，那这次是由下而上啊，或者我们说是从社会、从立法院、行政院，最后再到考试院。那两年前是考试院发动的嘛，对不对？两年前是考试院由全叙部提案，结果到了立法院，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委员没有通过。那你比较一下，两年前考试院提案，结果到了立法院被挡掉，那你们考试院那时候意见是一致的嘛，是不是？考试委员没有反对意见，是不是？两年前，对关中那个版本，因为当时我不是很清楚。那个时候当然不是你啦，那个时候是张泽琛嘛。对，张部长。对，可是就是说，基本上关中院长提出那个版本。那他要提到立法院，你们考试院是没有不同意见的嘛？这个可不可以请那个李秘书长补充一下？好，委员好，这个考试院是合议制，那考试院院会的决议才是考试院的政策。对，那当考试院的两年前关中那个版本有没有经过考试院的合议？考试委员的合议？那当然，那当然有通过嘛？是不是？才会送出本。好，那当时的考试委员跟现在大部分都是重叠的嘛，对不对？有九位连任。有九位是连任的嘛，啊、哦，那你认为那个九位，照理讲啦，那是不是应该要维持原来的意见？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年金改革的法案不是考试委员发动，而是由立法院这边或者国事会议的啊，然后再交到考试院，然后他们就？变更原来的立场。报告委员，这个先请那个周部长回座了啊，我还是问秘书长就好了。哎，报告委员，你不用担心啊，我们院长啊一再公开的讲，这个年金改革是非做不可，那这是政府的决策。秘书长啊，那政府议题我们全力来配合。秘书长，你刚刚一直叫我们放心哈、啊，我重述一下。今年五二零之后，5月26号，你们开第一次院会啊？是，你们院长吴景麟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年金改革必须在不伤害公务人员感情的基础上，让公务员不再有被拿来开刀的恐慌和不满。那你认为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造成这种感觉？因为年金改革非常，这吴景麟讲的、哦，是。非常的复杂和敏感啊，所以我们必须以非常不是嘛？因为5月26号到现在已经快要半年了嘛。是。那你认为到目前为止，年金改革委员会也开完了嘛？现在要进入国事会议阶段了嘛？是。那委员会开完，就是这半年呐、啊，有没有引起我们考试院长吴景麟所说的那个公务员被开刀的恐慌与不满这种情绪？有没有？我们会在这个合法和合理之间啊取得一个均衡啊，因为改革一定会有人啊这个赞成，有人反对。这个怎么均衡呢？你的意思说考试委员，你刚刚又不是？不是。刚刚我记得前面有人咨询的时候，你说考试委员通常都是用共识决嘛，是不是？是共识决。对啊。那如果有人不满，那怎么办呢？共识决那个每一个考试委员，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那每一个委员所表达的意见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考试院的决策。对，可是这个案子全叙部提出来要送到考试委员嘛？对。那考试委员要合议嘛？不是吗？是。你知道你们考试委员已经有人表达意见了吗？你知道吗？我再宣读一个资料给你、啊。他们很关心。8月27号，考试委员赵丽云说，年金改革委员会议有些机关在资料展现上。技巧性的凸显或掩盖数据，
越辩越不明，激化族群对立不满。你认为赵立云委员在全序部送到考试院会之后，他会同意吗？报告委员，我还没有跟赵委员讨论过这个事情。不是嘛？你刚刚不是说和都是共识决吗？是共识决，但是我是说我。那如果有人表达这么强烈的意见，你认为他会同意吗？我再练另外一个哈。是。周玉山委员表示，也是你们考试委员哦。他说，年金改革要避免贫富不均、情绪式的对立，这都是你们考试委员讲的话。对。那你刚刚不是说共识决吗？我向委员报告。那你刚刚为什么要跟立法？刚我记得前面有位立委也问到这个问题啊。是。那你说啊，你不用紧张了。我看到这两位委员讲话，我就很紧张啊。报告委员，我刚才向委员报告过，每一个考试委员他有独立行使职权，他可以自由发言，但是他不能代表考试院的决议。哇，那你们考试院决议还是要投票嘛？你是说你们不投票了，是吧？对对对，目前你们不投票了。十一届和十二届到目前为止没有投票，没有投票是吧？对对对。那请问一下，全序部取得共识。那全序部这个修正草案如果提到了考试委员那边嘛，是。那你们就会集体开个会嘛？是。那通常十九位都会出席嘛，是不是？是。那十九位就会瞧到大家都一致这样子。对，会取得共识。可是这个明明看起来意见很不一致啊。你们怎么那么厉害？所以我是所以你保证投票会一致是不是？会让这个法案出面呢？不，我跟你讲啊，秘书长，我还是很同意段委员的意见啦。就说考试院啊，对于既有的年金改革也要表达一点诚意啦。是，因为事实上，关中院长在两年前代表你们提出的版本啊，有一些事实上在这一次最后的决议很可能会被接受哎、欸。所以你们事实上。大家没有那么大的歧义啊，那你们难道不能够就关中院长曾经提过的，先表达一下一点诚意吗？有，五月二十六号我们那一次开的宴会，吴院长也有正式讲了对年金改革的一段话。你们那个都太抽象了啦，我具体一点嘛。是很具体，那一次讲的很具体。是吗？对。具体到怎样？五月可以让段委员非常高兴。哪一段话说说看？资料我是没有带来了。我记得五月二十六号那一次宴会，还有这个九月二号的就职两周年记者会，吴院长也有对年金改革也有做了这个对外界的一个声明。不，秘书长，我们真的是认为审预算了、啊，审你们的预算了、啊，那对于未来你们的改革的这个诚意，如果没有信心啊。我们立法院真的很难不做一点淡书了，就希望你能够做一点承诺啊，那你这些预算才能够畅行无阻了。所以我刚才就向委员报告过，我们验。所以待会我们实质审查预算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具体提出一些你们改革的诚意了，让我们这个预算的审查能够更顺利了，好不好？报告委员，我已经讲会全力配合，院长已经讲了，我们对政府一体会全力配合。好吧，那等一下我们看哪一些附带条件可以加上来嘛，好不好？秘书长，谢谢啊。谢谢。好，谢谢郭委员。我们现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我们询答结束。那委员质询的时候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是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以及本会。那我们由委员林俊宪、许玉仁、周陈秀霞等人呢提出书面质询，我们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呢以书面来答复。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这次有关的提案总共有100多案哦，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在早上没有办法完全处理。那我们讨论事项一至三呢，我们定期再继续处理啊、哦。那上午的会议呢，我们先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午2点半，我们继续审查的是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立法院收支主管收支部分。我们现在休息，谢谢。